没办法来，为什么？哦，
因为他生日，就是没有。是去年啦、啊，去年有一组，然后有一个人，他只是留一个人，然后没来，然后问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他生日，他不想来了。对啊，庆生这样。他你的朋友是有事这样，有事没办法来。真的有事吗？对，不要挑拨人家感情，都毕业了。那第一个人唱这首歌会紧张吗？因为毕业典礼有唱过一次，所以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享受舞台吗？享受，但是心脏。